台湾有名的财经歌手来北村公祭啊，荷兰欧康四千来当选总统150万高票。来看到台南最近一天增加超过300例天然高热，啊有民众对着防疫无要无紧，即马防打发。来看到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这乌克兰，啊这俄罗斯炸乌克兰北部。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高伟切记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来看的是这台北有名这财政国秀逼出备案，这县的定位当属定黄基控公涉嫌指使这教职员甲家长所付的这相应甲在个这教学费用啊来欠入去这人头消耗十年来侵占校款超过4000万，检方长去发动搜索，抓真侪人登记问话，问话了要求这当属定用150万交保。好定是200万高不？在新以后毕业的学生，最重要的地方是能够互动，能够沟通，双语能够沟通。在新司法董事长张光景面对着镜头，讲到伊对上午教学的想法甲看法，严格这么团讲，伊甲上千万的校款放伫你家己的落地啊内面。董事长，你有意见吗？不好意思，要不说明一下。是台湾弄到哪边去了？对问题拢点点，嘴啦被搜查约谈，检方透明获讯了，先后以150万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在行小学校长杨雄也被移送地检署获讯，先后20万交保。因那总部主任、会计主任出席等人分别是5万到20万交保。检方这回大动作搜查，查出县定位董事长涉嫌指使教职员。甲上古教学一个在个课程部分，无得咧学习费个额外费用部分，放入去人头口座内面，刷做私人使用。十年来侵占办学费超过4000万。我们后续会组专案小组去了解。那如果有违反私校法第52条，以及学校法财团法人所设私立学校建立会计制度相关的情势，最高可以裁处150万。在兴是台北的老牌私立学校，正在正常面临拢不伫只读书，亲像是何姓高界、高怀群、高成文等人。但你的董事长张安平、前总统马英九的查某囝，一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囡仔，拢是读在兴。在这么传出弊端，学校只敢发书面声明回应讲，校部的营运基金真有够，运作拢真正常，对学生的受教权无影响。检方是将专案依照违反工业侵占罪、甲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看今日的问题，昨农业部长陈吉仲有公布，甲说明即超市进口巴西的今日的报价，甲相关的契约。啊，不过国民党团这边啊，依然是批评农业部讲袂清楚。今日去即干川鱼股部长陈吉仲甲农业部道理。国民党立委会再来到监察院发考核，要来告发农业部个部长陈吉仲道理。国民党立院党团副书记长王宏伟指出，国内欠农是农委会失职失灵，欠农了后为国外进口个疑云重重，批评部长陈吉仲唔那是笨蛋，嘛是坏蛋。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官员又是笨蛋又是坏蛋，难道我们不能够做处理吗？还要让他继续的升官吗？要予以弹劾跟惩处。立委侯孟凯嘛，一支农业部甲超市签的合约根本是良心打折，超市只要提供报价单就能签款，跳博会以代收转付的方式填付钱，但脱三会阁发新闻稿讲拢是超市先付的。那你合约是签假的吗？合约是签好玩的吗？合约是样板吗？合约是道具吗？会知啊，出席活动的农业部处长陈俊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代收转付本来就是国际上贸易常常看到的方法。迄时阵国际上大欠人，若讲无包括超市在内较大贸易商，先付所有的钱来落订单，根本是抢袂着人。他所有的货款都是他自己先垫付的，表示说超市的执行面它是优于合约的规范，那优于合约的规范对叙事所
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在抢蛋的过程中，你如果没有先付款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让这个蛋能够顺利的经过包装而出口。虽然农业部前一天开记者会说明，那也边台议员认为无讲清楚，连款甲炮火对象农业部甲部长陈吉仲，台北市员齐卡心，现在嘛在拢北检市联来告发农业部长陈吉仲，涉犯刑法多利罪、贪污治罪条例等罪。记者你们单枪回王向忠代表报道。来看台铁有这车厢，伫这像哪像荷兰左边啊，这铁路警察暂时抓到入境倒转来国内姓江的嫌犯。经调阅现场及双北地区近200支监视器影像及网路搜寻涂鸦哥讯息，巡线锁定嫌犯身份，本日在桃园机场拘提至国外返台之嫌犯到案，全案调查后，依违反铁路法、刑法毁损、侵入建筑物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调查现场的查甫人有前科，犯案了后，加个变装换衫四界坐几啊台客轮车，啊，互人听到了，讲是因为爱好耍这人喷漆，专案已经来移送法办。另外，无排除可能也阁有一个外籍人士犯案，也阁在对查。台南的这本土天高的疫情拖到真厉害，啊，即马讲一天较近超过300例，嘛已经累积有4000多例。在安南有一个海沙厝的社区，在遐这啊卫生人员艰苦，更有哪拢无啥去请助生员，所以环保局有那小煞开出7张罚单。天高雷轰的人员对厝内面喷到厝外口，详细消毒，独家分配文主心。不过安南区煞伫区的网点，让人真烦恼。这处海沙厝的社区占地是真大，总共有66栋的建物，其中44栋拢是空厝，但是因为地主真消极的管理，现场原本已经是充满各种的大小型垃圾，而且已经有明显的积水，就惊身为并没有业主人员，我们叫是借此替厂方来开发，佮出动19辆的车厝，清除64.4公吨的废弃物，杜绝蚊虫的繁殖。顶头伊个土地有墩的，伊个放落来种物件，废弃物的啊，黑啦、淡啦、歹。无得排啦，规个种挂楼顶个废弃物拢捡落来，拢叫人来捡落来，捡到是真清气个。啊，你像阮后日倒，阮着家己个维护环境啊。哦，爱即马清落，蚊仔较少啊啦吼。蚊仔较少啊啦，因为另外佫有喷蚊仔出去啊。大雨过了，这一两礼拜是疫情的关键期，市府是全面动员，要求一定要防堵疫情。目前市府是开出1378张的罚单，另外一方面社区嘛发动志工制作幼沙桶，希望在顺德清路的租亲之外，更主动的消毒，定位我们的租心。那环保局这里呢，也已经开罚7张罚单，引进所谓防疫科技幼沙桶了哈，啊，希望呢。各里大概原则上都布置1000幼沙桶，来希望协助整个疫情的控制啊！吼，台南市的确诊病例目前是已经累积4384例，当地的确诊嘛超过300例，创下新高。以安南区、东区、永康区上座，台南市长吴怡天嘛严禁呼吁民众都要配合防疫作为，啊无一定会重严开发。记者郑云丹报道。台南有一间国小长传出讲，35个学生想要吐，胃肠无爽快。啊，不过因有个人是食营养午餐进前就无爽快，啊，怀疑讲是这午餐所加的葡萄汁有问题。台南市府嘛已经采用去化验。果汁部分吼，我们都是在早上10点的时候，我就供应给小朋友了。好，那我们会跟午餐的时间给错开，目前初步判定是跟午餐是没有关系的。卫生局也针对饮品检体进行采验，要确认本案发生的原因。如果检验出来证实由病原性微生物所引起，卫生局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裁处。卫生局嘛提出，虽然讲已经要这秋天，暗过游玩真热真湿。有这食物中毒发生的风险，呼吁食品业者要家己做好自主管理，若无做好，会依法来规范。来看到苗栗泰安的大陆林道东山，经过这两个风台，这山壁发生啊，真正崩甲真严重的事件。有那山友掉在遐，这警方到场协助啊，帮助因撤离，起码消防处嘛，等得抢修。哎，小心走，快速通过啊！
骑脚踏车的民众速速通过崩山的所在，保持环境那境界，也搁那帮忙跟脚踏车。雪霸国家公园大陆林道东线5.2公里的所在，顶个月底发生山壁崩落来的灾情，落落来页岩长面进来，骑脚踏车的民众受困，赶紧报案。我倒塌下来，我们两个差点没命。大陆林道东线大约3公尺宽，19公里长。去年5月开始，为早起8点到下晡5点开放脚踏车通行。警方迄一天总共是协助27位民众、20台脚踏车脱困。现场岩石仍不断掉落，民警依据经验，趁落石稍缓时，边警戒边协助受困登山客包车分离，快速将脚踏车抬过落石处。当日共协助7队27人。脚踏车20辆通过塌方处。刷管处表示，为8月底苏拉洪台开始，大陆林道东山甲苏茂林道就因为雨势陆续出现崩山。9月初海葵洪台，雨灾情更加严重。目前西北雨的天气也影响着抢修的工作。大陆林道东山干那抢修1/5，苏茂林道的雪见线、大坝线、大坝北仑线是暂时无开放入山。目前大陆林道东线还有苏茂林道是崩塌的状况。近期午后雷阵雨，天气不佳，山区常有落石或者崩塌的情况，请各位山友注意安全，不要贸然前进。警方是呼吁民众骑脚踏车入去林道，一定要评估风险和自身的能力，建议要使用越野登山车，而且要穿好安全帽啊、保暖的工具、防风裤、外套和粮食，以应不时之需。记者苗栗报道。我们看见宜兰的灾情，这宜兰的台七线甲台七甲线，因为大水河出现塌方，准造成道路断去。可能主要是差拍拼在冲塘，暗过台东各种的校车，因为无法度行，全部停课一天。大水河那体这啊，所有加这东山这两个所在带来淹水的问题。真侪土石崩坏，灌注伫咧六个门内面作业，因为热带性低气压带来大雨，宜兰县第七线86K永寿路段，一个第七甲线10.4K拢崩山，赛车无法度过，只好换做小台车坐路行。这个斜坡，那上面重啊，从那边没有办法通啊，那不能通吧？当然，刚刚已经通车，但是还有一些土石没有下来的话，我们就都有。现场有机具在保持在现场站。经过公路总局抢修，随即早起两个崩山的路段都已经通车，不过台东国中因为路未通，车无法度过，停班停课一天。学生那个交通车国光客运无法通行，所以学生就没有办法来学校上课，可能今天停班停课，明天可能就是线上上课。所有店真侪清洁队员伫咧清理路边的狗屎，吹着暗连山雨大雨，造成所有马赛地区一个东山乡部分地区最严格问题内面。店长希望民众较有公德心的，卖甲粪扫等咧狗屎，水果挂顶头卖采花干。呼吁啦吼，我们民众不要任意的把，不可以把那些杂物啊往那个水利沟啊，要往里面丢。为了要防止继续落大雨，乡镇公所传沙包和冰箱，先放伫咧厝内，到时会当冻水。另外，太平山移转一线1.5K，为了要解决土石崩坏问题，园区决定进行边坡的护育工程，要交通管制3个月，请冰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洪台这台东的落区嘛，都较正严重，有被乡镇市拢需要这人力甲机具进行在后的抢救，啊，不过资源不够，高雄市这边就先调派35台大型的车辆甲机具，甲80名的人力去台东赶到三工。台东加油！高雄市政府七日暗时派32台大型的工具机到台东，也带80个人力支援。在洪灾了后，救灾人员欠缺的台东县，总算等到头一批救灾的支援人力。以我们经验，大概很多大型的树木倒塌以后，需要链锯，需要一些大钢牙来补做这些大的树木，所以我们就也调派了很多链锯工过来这边倒资源。头三高雄市支援人力马上到台东县八个乡镇市协助清理倒去的这些树啊，因为这些树的数量实在真多，尤其是大树无法度用烧的处理。目前台东市粪扫安排场就蹲超过50栋，数量实在真多。我们先暂置在各乡镇市的掩埋场，那将来我们掩埋场进行整理整顿计划的时候，
再一并来处理。因为风台造成停电，未少跳步场发生灾情，其中集中型的应急场因为无电、通风不良，造成全县超过20,000多只鸡仔死去，差不多60栋。县政府接到通报，紧急协调屏东的处理厂业者，再烧30栋，出来由台东县家己处理。长协调了环保局，我们会用台东现在正在使用的焚化炉来逐渐的来把它焚烧，把它处理掉。县政府估计，农业损失已经达到7亿元，畜产养殖的损失也阁陆续的发生。县政府是讲会赶紧处理死亡的畜产动物，防止传染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凤山市区遐有一条巷啊，有要挖20号，40-50年来拢无自来水，有那常常讲落雨就积水，主要是徛在附近的水沟啊，雨一大就泄袂离。在地民众今仔是开记者会，五万市政府甲因斗相共想办法解决。30公分左右的排水沟清甲非常清气，就算安尼拄着低淹时经落雨，巷仔内内底将近20号也是会断着即淹水。居民讲，当地上近的排水沟就是即条，佮隔壁大楼共用，好一段就透袂离。最近两届风台积水上深到脚头乌，淹水上个起码已经超过30年、40年以上的问题。我希望有关单位、有关单位拜托一下。好，拜托一下，来关心我们。那边是台糖的土地啊，啊，这都私人的土地，已经掉了好多次，没有办法了。关不爱饮水。听好出面抗议，受理顶前的时代力量高雄市东部嘛，感觉真寒。伫市区要民众几十年来无自来水，也搁爱忍受积水的痛苦。周边住宅有变更之后，他们的排水道出现问题，所以才导致淹水的状况。啊，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是我没有想到说在这样的靠近市议会的一个地方居然没有自来水。该处为3米宽无尾巷道，因无水沟导致下雨有积淹水情形。市府表示，过去无接过当地积水的通报，因为这个土地是私有地，而且公所取得所有人同意了后，评估着改善的办法。自来水的部分，时代力量表示，经过了解是公所会经过私人土地无法度接管，已经甲自来水公司协调协调，最近会来办理会勘。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有一架赖比瑞亚籍的这货轮长伫花莲港外海来救援，表示讲有3个中国籍的船员啊昏去，啊海巡空勤小煞出动，昨暗10点外成功吊挂，甲因送去病院。花莲的港务局是昨暗8点外来接到这赖比瑞亚籍的这货轮的通报，讲3个中国籍的船员啊伫船舱内底来昏迷不醒，啊紧急这爱奥上。啊，海巡队去救援，啊，不过因为海上风浪无法度迅速作业，该派这空勤直升机去吊挂，把人送去病院。啊，不过三个人已经无喘气心跳。啊，即只这啊，货轮有回报讲，因会照因自本的啊航行计划继续行落去。看到今年5月，这台中捷运绿线吊塌，以外，这捷运公司需要伫月台来增加紧急停车的市情啊！啊，市府站长是先来启用，预计这年底进行绿线全部的站拢会完成。啊，不过捷运公司有哪来提醒，那无代志后壁讲起是会违法的开发。台中捷运绿线，市府站的月台门边啊，加了2座红色的紧急停车按钮，然后正式来启用。不过，未少民众对着应该安那使用，还是唔知影。不太明显，所以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个按钮是吧？那个才是哈。OK。不，我觉得那我，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哎。今年5月10号，台中捷运绿线因为新复发的艰难，吊臂落落去轨道，造成一死14伤。中捷公司伫9月2号暗时啊，搁再一次来演练，伊不是清轨道紧急应变的机制。不过这次加入紧急停车按钮，保障下现状况了后，今年个紧急停车按钮来支队，或者车停止前进。我们看到马上就按了嘛，我们不能去叫人来，车子已经到了，我们再叫人来一定来不及嘛。如果是真的紧急状况，我会去按的、啊。但是按出来会不会有什么后果，还是真的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作用，我也不肯定呢、啊。中捷表示，紧急停车按钮开始对了后，就会中断月台门的关门回路，列车就无法度进站或者是出发。目前选择运量较大的市府站，两边的月台拢先倒了2座，只要任何人发现有紧急的状况，就会使用按钮将列车停落来。例如是轨道障碍物，
或人员入侵轨道等状况，旅客保全或者站务人员在发现后，即可立即按压月台紧急停车按钮，阻止列车的进站或列车的出站。中捷表示，已算年底十八个站就来建置完成，也透过广播甲招牌顶向民众的宣导如何来使用。为着避免无小心遇到，除了加设滑动式的保护外挂，民众若是黑白字，将依照违反着《大众捷运法》，相关开罚50,000元。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其他消息，这副总统赖清德伫新北市万里的旧厝，怎互人别说讲那亲像是违建，新北市故宫。爱提出证明来证明，即讲即间厝伫民国70年前就有啊。啊，赖清德今仔亲自说明，讲厝是符合法规的。另外，国民党的好友伊是华人，含即报坤吉啊，有哪来出现伫遐表示讲有支持。啊，即民众党的国民党是来提出安乐死的基地。副总统赖清德在新北市万里的旧厝，予人质疑是违建。新北市政府找来声明，几落改修改，到尾表示只要会当证明建筑物是伫民国70年2月15日就已经有啊，安尼就会当认定是合法的厝体。赖清德早起出席活动，特别亲身甲媒体说明，讲旧厝是公寮，民国70年以前就有啊。因为那个老房子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啊，也在民国60年左右就拿到门牌号。尊重新北市政府的调查，啊，如果有需要配合改进的，这个我们都会配合。对于赖清德违建这个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刚刚简单表示依法办理。侯友宜透早去花莲进行选务行程，侯龙街道是要跟花莲立委鲍坤吉修补关系，建构票仓。鲍坤吉原来在座谈会出现，强调会全力支持党提名的侯友宜。其实副委员是在花莲县。不但担任县长，也担任过立委，对花莲县的县民做了很多服务。我们都是国民党的，我们都会去团结面对，大家一起努力。我们都在持续的邀约，然后各方的幕僚也都在联系。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够积极要挂号两人见面，无要放弃在野整合。那是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连续两天提出医疗政策，扯起个职工敏感的议题。你这种。安乐死的问题是哈，我也觉得我个人是赞成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是实际上看过那些病人的样子嘛。找一个体育主播报达人的后生报俊豪，也加代理疫苗改进推动者陈昭珠来对谈。郭文铁希望伫安乐死加代理疫苗这个政策先掌握危机权。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文总统今日出席咱伫非洲友邦国家斯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甲国王即恩斯瓦蒂3世55岁生日的庆典，总统致辞时，我呾感谢斯瓦蒂尼替台湾国际参与空间拢定定出声，我呾希望两国的邦交会当继续走向一世纪。总统蔡英文参加咱非洲友邦斯瓦蒂尼55年国庆，也是国王恩斯瓦蒂3世55岁生日。插有咱国家国旗的车驶入会场，待遇比较王室成员兼各国元首。国王恩斯瓦蒂3世坐在车顶端，向参加国庆的人致意。致辞的时阵，更加头一个讲到蔡总统。Her 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蔡总统也对斯瓦蒂尼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一直为台湾发声，佮用斯瓦蒂语讲感谢，也希望能够会当对55年的邦交走向一世纪的目标。I must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Eswatini for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st year, His Majesty the King once again spoke up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I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now and in the future. 蔡总统的位置就安排在王母的边啊，另外一边是王妃，互动看起来真好。斯瓦蒂尼55年国庆，旧年会上细汉3岁的小王子嘛，穿军装出场，带领一队真古锥。斯瓦蒂尼55年国庆，包括南非前总统赖索托以及各国的政要拢来参加。蔡总统这届唔但要稳固邦谊，嘛要拼台湾的外交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去访问这乌克兰的基辅，嘛提供10亿美金的援助，啊，不过乌克兰东部一个啊市啊，最后俄罗斯的飞弹攻击造成上无17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救护人员将受伤的人一个一个送病院接受治疗。无远的所在，一个人看到飞弹攻击了，火还搁在咧烧，黑烟一直呛出。乌克兰东部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受到俄罗斯的飞弹攻击，有这个人正在市啊内边造成正侪人死伤。Все на пол, и все. Все покупатели, что были на пол, упали. Все продавцы, ну, фармацевты, все упали на пол. Ну, все посыпалось, и все. А потом началось задымление, все начало гореть.真侪警消加救援人员伫咧抢救，不过现场已经有真侪无辜的百姓当场死亡，路边有菜真侪已经烧到乌臭大的尸体，涂骹还佫有受伤的人的血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伫遮并无军事目标，只是一个和平的社区，要求俄罗斯为因的暴行付出代价。Російського теракту на Донбасі, місті Костянтинівка, який відбувся сьогодні, удар просто по ринку, по магазинах. 就伫攻击发生即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伫咧访问基辅，伊由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陪同，坐飞机麦当劳、加至马铃薯、加苹果派。这是俄战争以来布林肯第四遍到乌克兰，并且伫咧基辅过暗。贝尔亚刚泽伦斯基见面，并且宣布新的计达超过10亿美金的援助。So struck by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the resilience of the Ukrainian soldiers,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Ukraine's leaders. We are determin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tinue to walk side by side with you.布林肯是乌克兰六个展开反攻以来第一位来这访问的美国高层官员。国务卿官员讲，华府希望跟基辅讨论反攻的计划，评估战场的需求，也搁伫咧冬天来进行，爱做多一寡准备，来强化乌克兰的人员安全。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看乌克兰战争还搁在拍，而且古巴政府来抓到一个人口贩运集团，是拐古巴的人去俄罗斯驻港，煞是讲是强迫因加入军队去乌克兰求战。真有气势，因加要战争的场面，佮用做一个真正查甫人做口号，号召男性去做兵。俄国国防部最近一个扩大军队规模，佮希望外籍人士也来做兵。这么说，传出有犯罪集团骗古巴的公民，强迫因上战场。E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detectó y trabaja en la neutralización y desarticulación de una red de tráfico de personas que opera desde Rusia para incorporar a ciudadanos cubanos allí radicados e incluso algunos procedentes de Cuba a las fuerzas militares que participan en operaciones bélicas en Ucrania.古巴政府拜日发表声明，讲查到一个人口贩运集团在古巴和俄罗斯境内骗古巴的人去做俄国佣兵，但无说明是不是跟俄国政府有直接关系。之前有两名19岁古巴的青年在美国媒体头前指控人口贩啊，讲安排引到俄国做建筑工人，然后演习五集，结果煞被抓去俄国军队。No debe ser posible.que Cuba pueda estar reclutando jóvenes de esa edad para enviarlo a una guerra, ¿me entiendes? Entonces, no sé, me parece muy poco creíble. Bueno, Cuba está en contra de toda la trata ilegal de personas. Y, lo que dijeron fue eso, que es para desarrollar una guerra en Ucrania, pero bueno, que la Revolución Cubana está en desacuerdo con eso.虽然古巴和俄罗斯在经济方面有密切合作，也一直无加入声援乌克兰，但古巴政府在声明中强调未参加俄乌战争。面对贩运人口上战场的指控，俄罗斯官方暂时无直接回应，但讲这是古巴的敌人在散布歪曲的信息，讲俄国派会。公司新闻，徐焕良编译。英国有一个牵涉到恐怖犯罪，阿兵哥为伦敦那边正顺序来逃走。这个、警方发布了追捕令，啊，机场港口航班嘛，因为强化安检出击，准啊来延长着。
搜捕行动持续到半暝，也无进展。警方开始呼吁民众做伙注意。今早发现21岁逃犯贺丽飞的踪影卡999，这嘛代表上起先公布的线索，包括逃走的时阵穿中破衫、红白格啊长裤，也个白色的 T 恤加咖啡色的鞋啊，三条身材身高将近189公分，穿咖啡色的头毛，这造型可能已经无路用。警方是讲，虽然伊对公众危害的风险有较细，但阁唔通太伤话紧。We're mindful of the risk of him potentially leaving the country. We have counter-terrorism officers now deployed across London. He has connections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country. We certainly have gone to airports and seaports. I can't say the queues are exactly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is, but clearly there will be additional security checks. 亲像伫曼彻斯特机场度延误半点钟，当局有发布万分的通知，赫利菲迪加格期间做厨房的水卡，藏伫上餐车卡逃走。伊伫服役期间，伫一个军事基地藏假炸弹，当时偷摕士兵的个资。涉嫌恐怖主义并违反官方的机密法。今年1月2日被人逮捕，即马大胆逃走，引起大范围搜捕行动。He was a prisoner on remand at prison, following a counter-terrorism investigation, that caused him to be charged with a number of offences, including a counter-terrorism offence and breaches of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根据法庭记录，假炸弹事件发生了后，贺丽飞捌伫今年一月失踪三礼拜外，被人逮捕了后禁止保释，原定在1月13日受审。英国最近为家家逃走的无偌济，啊，不过最近一届牵涉到恐怖主义的是伫1994年，最近确实有严重安全的漏棚，唔少有即个逃走的报告出来。日方原来有采取一寡预防做法。赫丽菲即届逃走了后，所属的家家捌封锁几落点钟，目前已经解除。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债的这啊，殖利率有起悬，美国股市落盘，台股今日落盘要百点，失守16700点。啊，这新台币对美金盘中5.32块的行，台积电盘中6%。分析师表示，讲台股最近来拄着这资金面的利空，短线无啥机会会当大起。最近操作要注意是选股无选市。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因为灾情，即缺口已经要台币35亿，啊，市府讲无法度负担，准啊宣布破产。除了法定的支出甲紧急的需要以外，其他费用的支付起码拢停。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都会区，人口大约430万，只属伦敦的全国第二大城。不过平均每人的 GDP 只有31500美金，比全国平均的46300美金低真济。在英国并不算是富裕的城市。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即摆出现的财政危机，主要是根据2011年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伯明翰市政府在薪水待遇甲奖金方面对女性职员明显无公平，所以需要补偿不足的金额。目前累计已经补发的金额超过新台币441.7亿。那今年度阿未发放的金额是有305.2亿。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市府所属公家单位的资讯系统年度维修费用达到新台币41.1亿。在力不接触的情况之下，仅今年度的财政空缺就有8700万英镑。根据市议会破产公告，除了上基本的服务和照顾弱势等法定支出之外，其他开销随停止。For anybody who's suffering across the city, you know, anything that impacts them that the council has done wrong, we'll hold up our hands and we will say sorry for. 伯明翰算是江东的大票村，市议会历届选举会当讲拢由江东摕到上侪席次。目前120席市议员中，江东占温过半的65席。中央执政的保守党伫遮只有22席。对此，除了中央政府表示无法度斗三公，地方上的保守党议员都批评港党治理无方法。They've been telling the public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golden decade to get re-elected, while in fact we now know they built it on fool's gold, where the accounts haven't been signed off, and there's no actual allowance made for the debt that they owe. 离后一届市议会选举还有2年半，这次的财政危机安怎发展，也需要时间来观察。公司新闻记者陈平玉。世界卫生组织又阁发出警告，讲全球几内个所在的新冠疫情有起来趋势。国内医生都表示，新冠病毒几个月啊都有新的变种，等它感染会定看。建议讲这疫苗嘛开始做了后，上好阁做一剂。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降低，根据疾管署上新的监测，最近七天平均逐天新增加45例，顶礼拜每一天平均新增加8例死亡，比前一礼拜15例降低47%。虽然最近国内疫情缓和真济，但过世界卫生组织搁再发出警告，全球真济所在的新冠疫情有升高的趋势。Ahead of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deaths are increasing in some part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ICU admissions are increasing in Europe, and hospitalizations are increasing in several regions. 世卫估计，全球目前有过了10万人因为新冠住院情况使人烦恼。国内医师也讲，新冠是一种冠状病毒，伊的结构无啥稳定，几个月就有一个新的变种，所以电荷感染的情形真急快。尤其是在换季变冷的时阵，会让病毒的存活率扭转。呼吸道病毒都是在秋冬天容易流行，所以未来在秋冬天，可能所有的病毒都会有上升的趋势，包括新冠在内。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本土和境外移入的新冠个案，也是以 XBB 变异株占比达到90%上多。为了因应秋冬，可能会有新冠疫情搁再来。疾管署也规划 XBB 疫苗上紧9月底就会开始做。老人是因为说免疫力本来就是比较退化了哈，那是所谓的脆弱族群，然后胸腺也比较萎缩，那 T 细胞比较不能够去记忆过去所感染的疾病，所以当然也建议说这些有疫苗就尽量去施打。医师表示，目前包含新冠和流感这疫苗，拢是针对上新的病毒序列去进行制作，所以会当有效对抗。建议民众上好会当搁做一剂。不过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秋冬除了新冠、流感以外，也有呼吸道融合病毒，对婴幼儿和细汉囡仔也是有危险，家长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肺脏的仪式应该是胸腔科这难度上高的手术之一。医生有哪鼓励爱换肺的这病人，手术成功了是只要医生吩咐去复健，买单个过新的生活。全被分析最顶尖医疗团队翕相，48岁林先生在肺部移植手术进行，行到都拢爱到上水设备。在过去因为几多年的支气管扩张症，来来回回一直感染住院。在3年外前接受移植手术了后，每个配合医疗团队努力做复健，遵照医生的指示，注意吃也有运动，即马身体状况恢复较正好，除了会当正常上班，也可以当去畅水、走马拉松。移植前我最糟的状况就是，我上班还是要去哪里，我旁边就是要准备个氧气机，就是我没办法说把氧气拿下来，我的血氧会掉到很低，会甚至会快要昏倒。医生讲，肺部移植手术的困难度真高，更加因为牵动到全身骨的器官，手术的风险相对也较高。也不过对迄款肺部功能恶化的末期肺病朋友来讲，那是爱不管是弄到上水设备，生活会真痛苦。肺部移植就是一个改善病况的选择，而且佫依照病人的状况无同，爱按照每一人的情形安排复健。假设不接受肺脏移植，很有可能2年内，那也会因为呼吸衰竭，或有可能会导致病人死亡。在移植后，除了我们会提供很专业的一个复健团队的一个照顾，我们至少每个病人都会有半年以上的复健。虽然台湾的肺部移植比欧美国家发展较缓，也不过在过去5年存活率差不多54%，但是现在医疗技术愈来愈进步，成功的个案也愈来愈多。病人若是病情走到需要换肺，在手术了，一定要配合医疗团队做复健，也鼓励患者要多注意护花，而且要有运动的习惯。记者综合报道。在这消息来看的是，这通过 UBAC 和这心计处报告来指出，每时大家每一天的周转率为8.2%降至3%，要求要改进。通过市府是回应讲，年底会开始来进行 UBAC 升级2.0，效果较歹的车条对减。民众骑 U-bike 跌停大步，有人骑咧运动。桃园2015年起推动为期7年的公共自行车服务计划，总建置经费6亿4800万。租赁站位2017年底的130站，渐渐啊增加到417站。骑乘补贴经费也达到6亿1439万左右。现在 U-bike
App 还蛮方便的啦，而且到处都有，就可以点跟点就不用走路。当然很方便啦，就是很多点啊，你可以骑过去，停在那边就好了，不必再骑回来。放学的时候，因为学校人很多啊，大家很多人都骑过来的，有时候就要排队，被借完就只能走路回家。使用民众多数拢讲赞，也毋过桃园公共自行车服务计划刷做着新计处报告指出，每台车达工的周转率为2016年、2017年的8.2次，降到去年的3次，要求市府提悬周转率，也降低负担，才会当永续经营。交通局回应，也爱照顾偏乡需求。桃园、中坜一直到整个行政区，有12区都有，所以在照顾城乡差距的状况下呢，这个周转率势必呢就会有一些下降的趋势。交通局表示，今年底就会开始执行 U-Bike 1.0版升级到2.0版工程，预计2年来完成。过程中也会针对效益较低的租赁站进行检讨，减少车条，来提升整体周转率。未来也会继续扩增租赁站到750站，让 U-Bike 更加便民。另外，再无问题，升级2.0版的时，也会要求厂商支付返利金。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已经完成县内51个较高出车祸的路口改善，不过新计划来发现有5个路口改善了后，车祸受伤人数顶多当年增加。民众桥都不记路口，被汽车弄到，甚至有民众是晃动甲飞起，救护车随到现场处理，好在是无人伤亡。要降低路口的交通事故，宜兰县政府是调整标线号志，搁增加行人避合道。对你这样增加一个，它有一个缓冲，不然你站在这个路上，车子太长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可能车身就会碰到我们。民众认同讲要强化用路的安全，只是新计划的调查发现讲，县政府2021年完成51个路口的改善，其中新农路二段、古城南路和中山路等等5个路口，车祸受伤的人数所一直拢真悬，甚至是逐年拢在增加。以新农路二段、古城南路和中山路来看，就算有科技执法，车祸受伤的人对3年前的5个增加到去年的20个。我觉得可能可以像台北一样设计那种，就是行人专用的那个思想，对对对。实际方面，民众嘛认为讲，常常发生车祸的路口，车流量大，而且动线真乱，行人看起来是真危险。县政府讲，虽然一挂较会造事的路口受伤的人是增加，但是根据统计，县内51个已经改善的路口，总受伤人数2年来是一直在降，改善嘛是有效。那为了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路口，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原因造成它容易肇事？那县政府会提出一个这个分析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哈。县政府说明讲，为着去真正了解较造事的路口形成车祸的原因，已经向内政部争取路口车构成度的分析计划经费，要开1072万，甲警方的事故过度系统化，较好做造事的路口事故车祸的分析，找出减少车祸的解方。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落水溪南花遐发现讲海家当有愈来愈粉化的状况，国民政府来提出讲要来做这水壁啦的对策，主要是要替台湾特有的鹿禽来提供好的环境。环保之间手摕着短机仔，伊将家庭植物移除，近期在落水溪南花溪底发现未少家庭脱顶。恐惊影响到台湾和造茶社生存的基地，文管府也及相关单位提出疏林、安树林的对策，按顺在位地进行，将完成20公顷的面积做整顿。因为海茄冬的生长影响到汉朝潮蟹的活动的空间，而且复育的空间，所以这次我们会进行所谓的海茄冬的移除啦，就是为了保育汉朝潮蟹的部分。文管府表示，落水溪近期经过管府和社会局单位通力合作，对于落水溪防用定的对策。家庭的生长虽然会当帮助用电减少，但看嘛影响到生物栖息环境。透过划定范围移除部分的家庭，河流水溪南花溪底，因造成西部中央湿地生态中药。台湾汉朝草蟹，然后它是全世界的特有种，只有在台湾才有。那它经过生态调查，发现有85%以上的数量都在浊水溪出海口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做书法有一部分是为了帮他建立更好的生态环境。红药保育协会表示，经调查，落水溪出海口，第一种台湾汉朝草蟹族群，有87万只，
其中分布在芦水溪南花白寮地区，都超过60万只。透过环保志工进行红树林疏伐工作，为了守护台湾汉草巢穴栖地生态环境，继续用文章报道。当年中秋节后，这文旦游客的排斥要来提关游客记得，花莲拢改良跟套自动化的加工设备，会当提炼精油，嘛会当分离果子肉，产量嘛提关几啊倍。花莲文旦油正是面积占全国1%，当年产量大约16,000吨。虽然销量未歹，也毋过文旦是节气性的水果，所以中秋了后卖无出去的文旦，拢是摕去做食品加工，也毋过能力处理速度上慢，所以花莲农改场特别研发一套自动化处理设备。因为文旦是小果价值比较高，大果可能有20%-30%，它卖不到好价钱，但是它可以做加工，所以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大果的问题，不要让它进到市场去扰乱行情，那就开发了一系列的大果的加工的技术。这套设备包括将油烤出机、文旦分切机、油啊肉分离机三机串联加工处理，速度惊人。将油烤出机效率每点钟200公斤，油啊肉提出效率每点钟500公斤，比传统能力高出几啊倍。以1公吨的精油，人工要去削皮，然后再去机器压榨，它一个人以单人队来讲，它一天能最多做1吨就很了不起了。那我们机器的话呢，效率是它的4倍以上。农改场强调，透过这套机器，文旦都会当全国利用，通过冷冻也可以当保存2年，大大增加运用弹性。这个技术目前已经基转，未来也会辅导相关农会建立，改变文旦加工的整体形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日本发射在月球探测器的火箭，今天一再总算发射成功，估计4个月到6个月的后队登陆月球。倒算计时结束，火箭在真好天的时阵发射。日本 JAXA 的 H2A 火箭在当地时间早起8:42升空。发射了后48分，工作团队传来欢喜的叫声。这个火箭搭载日本研发外号叫做“月球自接手”的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 啊，个日美欧洲所研发的研究卫星，目标是伫4至6个月后登陆月球。従来の月着陸精度っていうのは大体数キロから十数キロ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のミッションで一気に100メーターオーダーまで縮めたいというのが狙いになります。这项计划是日本官方加民间第三届定位挑战，主要要以精准定位定陆。探测器会当用相机摄月球的表面，并提早输入月球的地图比较，调整轨道，降低误差。SLIM は我が国で初めての月面着陸を目指すものであり、SLIMにより得られる技術やデータを活用し、我が国としてアルテミス計画をはじめとする今後の宇宙探査に貢献してまいります。那做任务顺利，日本就会当成为伫前苏联、美国、中国甲印度了后第五个登月成功的国家。Zero。在日本挑战登月期间，拄啊成为全球头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印度，是伫初次发射载太阳探测器的火箭。探测器太阳 L 一号目标是伫4个月内完成150万公里的路程，计划停伫拉格朗日点，针对太阳风、太阳摇斑进行研究。那是太空科学研究的新里程，也凸显印度这个新兴太空国家积极挑战传统太空强权的国家气度。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万里长城正受到破坏，这个是两个建筑工人要行近路乌断长城，两个嫌犯已经抓到，暗高防乌断迄一节是保袂断来。相片中这条土沙路不是什么山中小路，是万里长城从挖出来5公尺长的大坑壳，地点就伫山西省邮局关境内。当地公安伫8月20日接到民众通报，随赶去现场查看，检判是用重机枯开挖造成的破坏。顺山伫4个位查到挖土机甲一人入住两名嫌犯，目前已经将2个人逮捕。万里长城即马存在遗址，主要是明朝时期所起的，东到辽宁，西到甘肃，跨过中国10个省市自治区。这摆风破坏路段，起有第32个防火带，所以叫做32城。关帝当地围墙跟防火带拢算是完整，也不过建筑工人讲，为着行近路挖出大坑壳，对珍贵古迹造成的伤害真歹弥补。
那伫即摆严重破坏进程，把核算世界新七大奇景的万里长城，当年拢吸引九千万的观光客来遮。尤其像这早已经和万里长城真歹负担，出现毁损甲崩塌的情形。这个是长城，它破坏就是第一，它是风吹日晒，地震、暴雨，这是主要一部分。另外是人员的太多了以后的无序的踩踏，造成表面的损坏。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中国政府为1950年代就开始进行维护计划，严格修复工程。往往是地方政府个人做个人，而被乱修的状况一直出现。像2016年，位于辽宁省一段有700年历史的古早步道，竟然防修建成平平的阿毛陀螺，引起各界批评。严格专家人士指出，改用传统方式修复，佫挡袂起过度使用，惊防大害。为了维护古迹样貌，北京的北丹岭区长城，2019年起已经对观光客采取限量管制。公司新闻站回编编译。2023年空气是这人类史上上热一年，今年6月、7月、8月温啊创下史上上高温的纪录。全世界海面的温度一直升高，北极海的冰甲往年同期比，今年是上少的。地球拄则经历过有记录以来上热的热天，今年的6、7、8月连续3个月拢是史上同期上高温。世界气象组织澳洲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吹达讲，地球的表面有超过70%是海洋，怎么海面温度比较摄氏21度，是史上上高。Many of the gas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climate change are also emitted by the same sources that cause air pollution. There is an intricate link in the set of chemical reactions whereby atmospheric pollutants are produced in part from global greenhouse gases. So the subject needs to be treated as one.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负责人布诺坦普讲，即马唔但是有新的极端气候事件，而且即款新冠记录拢是连续一直发生。科学家利用树仔的年轮、冰角的心，一个其他的指标来估算，伫即马世界温度是比12万年前的温度拢较悬。地球以前也不暖化过，不过那是发生在人类文明化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说，现在热天日头都很咸，不输跟咱的家人同款，气候崩溃已经开始。保育海洋、善待地球环境的资源是很重要，人类就要赶紧采取行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台湾的报天气，伫北部地区是27度到31度。伫中部地区温度是28度到32度。来看到南部地区温度是28度到32度。伫东部地区是27度到29度。外头的天气今马上是16度到30度。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来自苏门答腊看世界情，咱再会。